红四军九大马上就要在古田镇廖家祠堂召开，我们终于开始找到了战胜敌人的法宝。一年多以来，红四军走过了一段艰辛的历程，我们在军事上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在赣南地区几乎全军覆灭，更主要的是当时的红军还是一支成分复杂、观念混乱的队伍，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内部蔓延，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战的部队一直尾随我们，我担任殿后任务的人要求一直拦着，威胁不大，但赣军李文斌却行踪不定，现在也不知去向。李文斌有多少人？大概有两个团，而且都是赣军的主力。通知各部队抓紧时间前进，摆脱敌人之后实行分兵方案。现在分兵啊，那只会被敌人一个一个的吃掉啊。连长，再这么往前走我们就完了。回湖南至少有地主老财客的，在这里连军饷都筹不到，怎么拉队伍搞革命？这么多湖南的弟兄们，干脆大家带着队伍打回湖南，就算怎么办，也能跑得落叶归根。就应该怎么办？对，到哪儿都是革命，寒冬腊月的一顿饱饭都吃不上，叫花才有三千年呢。对，咱们打回湖南去，打回湖南去，打回去，打回去。集合，红军是民主的队伍，士兵委员会可以去找首长研究下一步的方案。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许擅自行动。红四军最大的问题就是叠床架屋，令出多头，让部队无所适从。文志啊，分兵打游击，目标小易存活，这是军委讨论过目前最好的战术了。这样重大的事情，军委不可越过前委做决定。文志啊，这是军事技术问题，是红四军军委的职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更要强调，前委是党派往红四军的前敌委员会，军委只是党在红四军内的一级组织。军委服从前委，就是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军队服从于党。我提议，暂时取消红四军军委，让前委的声音统一红四军的行动。首长，首长，不走了，回去了，我要回湖南，回湖南，我不走了。不走了，不走了，跟他们拼了！不走了，跟他们拼了！首长，首长，我们不走了，回头跟敌人拼了！对，我们不走了，对，不走了，不走了，对。军长，我们士兵委员会有权做决定。军委和前委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士兵委员会又要发言了。既然达不成一致的意见，为了红四军几千将士的生存，李文斌的三军都被干来了，快，从北面突围，快！
赣南一战，红四军损失惨重。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四军临时决定向闽西转移。现在已是三月，一个月前寄给朱毛的信，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从目前得到的消息来看，他们处境非常困难。红四军按原计划会师井冈山，要是不行，就只能分兵游击，以图生存。现在学生还在为中东铁路的事情游行，蒋介石很快将会完成对国民党内部的整肃，红四军的问题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你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现在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请中央指示。刘安恭同志，中央任命你去闽西协助红四军的工作。听从中央命令。1929年3月，红四军攻下闽西重镇长汀，中共闽西特委在张鼎丞、邓子恢、傅百翠、段奋夫的带领下，积极配合红四军的行动，危机形势得到了暂时的缓解。进入闽西以后，我们在军事上的压力变小，但是更突出了红四军的性质和指挥体制问题。要把这支4000人的队伍建成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我们内部蓝灰色代表天空有分歧，都是按照军长您给的设计图制作的。我们红四军终于有了统一的新军装了。现在参军的民众很多，再加上郭凤鸣的投诚士兵，部队增援不少。另外，我们在国民党县党部缴获了一些乐器，我们可以建立第一支红军军乐队。28团主力部队肃清城外郭凤鸣的残余势力。直属队要负责搞好新兵的军事训练工作。军长，根据胡雷会议表决结果，军部的决定要报告给前委才能执行。军长，中央来信了。临坡啊，是曹刿的一营太将，曹刿文王使当年。元帅，中央来信了，让我们赶快分兵，暂时离开这里。到上海中央工作，走，开会。大哥好。哎，不要动，不要动，喝茶听书照旧。啊，坐好，大家都坐下吧。在长汀最热闹的地方开前委扩大会议，最能够发现问题，了解情况。文直啊，我们应该对中央来信尽快拿出个意见来。等一等，朱军长，咱们今天做一个游戏，奉令口为收财，谁要是输了，这个酒钱就让谁来掏。你们说外面有多少人？怕是得有30-50人吧。30人左右吧。小林司令，你看呢？平均一桌7-8个人，一共有5桌，加上跑堂看戏的，60人左右。你们说的都不对，这外面只有4个：裁缝、钱粮师爷、衙役、流氓，再加上没有来的教书先生，来不起的老佃农，长汀只有这6人，全代表。老毛啊，你这是在做阶级分析啊？我们大家都上当了，这哪是在考我们算术题呀？凡事都要先做调查研究，只有搞清楚实际情况，我们才能制定政策。中央的来信是什么时候？2月份，走了1个多月才收到。那我们得讨论一下。该如何执行中央的指示？给中央写信，说情况发生了变化，请中央同意我们现在不能执行分兵的方案。毛委员，有一个好消息要向您汇报。蒋桂之间马上就要开战。这倒是一个喜讯啊，红四军的压力变小了。您的预测准了，我们红四军出了一个预言家。我不是什么算命先生，
我只不过是笨办法，搞调查研究。一杆红旗飘在空中，红旗队伍要扩充，红旗队伍齐整整，带领着祖国革命，红色战士最光荣。一杆红旗飘在空中。现在我们就要去剥削阶级那里，把原本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拿回来。打算贴多少张？大概五十张。有齐停，等下有齐停。搭到阵法，搭到阵法，搭到列球，搭到列球。好，再来一遍。苗柱平等康夫，苗柱平等康夫。港族毛远，港族毛远，苗族平等。云顶村出事了，出什么事了？云顶说好的帮助土改的部队耽误行程了，地主武装把地契都给抢走了，现在农民根本不敢分田，说等红军走了之后，还找他们算账呢。哪支部队？28团，一营一连的。走，看看去。跟驾有齐停，跟驾有齐停，搭到阵法。你们在一次战斗中就缴获了敌人这么多的枪支弹药、粮食和物品，值得表扬。军委决定嘉奖你们，希望你们继续。外面处罚的是谁？长天新兵叶阿贵。为什么处罚他？他想逃跑。我没想逃跑，我只是想打个弯去给我姑姑带个信儿。还想犟嘴？去把盆拿下来。为什么表扬一连？毛远，他们伏击了一股敌军的残余势力，缴获了一批给养。打败几个残兵败将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哪支部队去打不能够完成任务？林文辉不执行命令，影响了土改，应该受到处分。可是朱军长已经签发了表彰的命令，怎么办？好办，我以前委的名义宣布，28团一营一连连长林文辉撤职，听候处分。任志，你不能撤林文辉的职。林文辉严重了违反了纪律，影响了永定村的土改，撤职有什么问题啊？现在这么多的老百姓参加我们红军队伍，正需要林文辉这样的干部来管理军事训练，如果撤了他的职，会影响我们的战斗力。你想过没有，土改受到影响，老百姓就会对红军的政策失去信任，这会严重的阻碍根据地的建设。这土改耽误了可以弥补，再说了，有段奋夫和赤卫队在，红四军必须以军事行动为主，所以我要撤了他。如果对这种单纯的军事思想放任不管，那以后这支队伍就没有人愿意做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我承认林文辉有错，你可以处分他，但不能撤他的职。他16岁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叶挺独立团。当年汀子桥战役，他是第一个冲上去的。他敢打敢拼，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如果你撤了他的职，会打击一大批骨干的积极性啊！如果不对他这样的人做出处理，那以后红四军的改造就无从谈起。任志，我当了半辈子兵了，多少知道什么是行伍之事。一支军队要能打仗，
军官要威，士兵要勇，我们要用合适的制度来管理和激励这样的思想感情。目前这一点，红四军正在受到威胁。朱军长，古人云，本立而道生啊。红四军的威武之道能不能生啊，要看有没有对共产党信仰的这个本呢。我们绝不能用个人的资历、个人的威望这样的感情来维系军队。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都信仰共产主义，可是信仰要通过对官兵的教育来完成，这与取消军委有什么联系？你所说的信仰是指个人的思想信仰，我们现在更应该关心的是如何把信仰实现为一种组织，这才是红军史无前例的创造性的工作。取消军委和将来有可能恢复军委，都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视其是否有利于党对于军队的指挥。可这样一支队伍，我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都没有见过。润之，你掂量掂量，这样一支军队还能不能打仗？根据情报，赤匪的战术是围绕井冈山地区打圈子。中毛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的五军在赣南会合后，要冲回井冈山。现在彭德怀已经被困瑞金一带，下一步中毛马上就会从闽西长汀回江西。情报处，没有搞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吗？如今共匪发生内讧，朱德与毛泽东不在一起吃饭，因为什么还不知道。据上海方面传来的消息，赤匪中央把一个从苏联回来的刘安公派到了红四军。刘安公，哦，是朱德的同乡同学，听说莫斯科方面很信任他。他我认识，当年川东杨森二十军内斗的戏在这儿还得唱。好，他们不内讧，我还真没有把握抓住他们。说说你们下一步的计划。赤匪将在赣南集中，我们应该集中湘、赣、闽的军力，在瑞金、宁都一带设伏，将敌军歼灭。看我们在各项工作处于迷茫的时候，派他来帮助我们的，给他一个合适的位置，也好展开工作，名不正言不顺嘛。哎，孙志，把那边那个大点碗给我拿来。这儿啊，先交给我，你回去洗洗。小青，别给老毛丢脸。丢什么脸啊？革命夫妻，命都给丢，还怕丢脸啊？好了好了，给你开玩笑的，快去吧，一会儿客人都来了。哎，别把我菜炒糊了啊！放心吧。
子弹，嗯，你的镜子呢？镜子。你要镜子干什么？今天到底要来什么贵客呀？我们一向不修边幅的毛委员都化起妆来了。我今天要做一个八面美人，四处讨好啊。老毛啊，今天都给我们准备什么好吃的了？陈主任，我们能有什么好东西？润之啊，就是想请大家过来坐坐，热闹一下。来，坐坐坐，请坐，请坐，请坐。今天的菜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口味，多吃点啊。曾志，今天很像厨娘啊。朱军长，您这说法我可不同意啊！我不是毛泽东家的老妈子，我是在工作。曾志同志的嘴就像那喜鹊一样，我们是说不过他的。这是瑞金的腊肉、竹笋、咸鱼。子珍他们在方圆五里之内啊，做了仔细的搜索，可是还是凑不齐这八盘十二碗。安公兄，你多海涵呐！润之啊，这些东西在本地也可以算得上是深沉海味了，规格可够高的了啊！来，来，来，我想给大家加道菜。这是反杜林论。这是联共部党史。这是德文原版的《神圣家族》。现在是睁眼看世界的时代，我们不光要吃着当地的土菜，也要开开洋荤啊。好，可是光开洋荤，怕是肚子不答应啊。我这次受中央委派来到红四军，主要是为了确保我们在行动和组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那就是说，以前我们红四军的工作问题很大了。大不大，我们在座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不但中央的二月来信精神不执行，还自作主张撤销了军委。上海离得这么远，我们又没有电台联络，中央对我们这里的情况不一定很了解。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应该对这几千人的生命负责。我相信中央的决定，更是为了这几千人的生命负责。红军正为斗争策略争论不休，城市里工人运动又举步维艰，难怪中央把形势说得那么危急。听说现在已经有人建议要润之离开红军去莫斯科休养了，这不挺好的吗？免得别人老说他不懂马列。你不了解润之。当年在上海，新民协会去巴黎半工半读的票都订好了，他也没去。他总说，中国的未来要我们自己去探索。现在要他离开红军，他是不会答应的。子珍，你就别太担心了。刘阳公同志，你相信只是你的主观愿望？现在情况太特殊，中央情况特殊就可以擅自撤销红四军军委吗？这是党的组织系统。安公，我看啊，按我们原计划回井冈山是不可能了。嗯，蒋桂战争即将结束，敌人必然向赣南进攻。我建议第二次入闽，趁粤桂战争爆发，闽西的敌人开往广东之际，在闽西建立起大片的红色根据地。进入闽西，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走下去？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对这些急迫的问题，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还没有找到战胜敌人的法宝。但我感觉到了一种希望，
在心中涌动。闽西人杰地灵，物产丰富。邓子恢、张鼎丞的土地改革，闽西旗人傅百翠的青春理想，都激励着我们坚持心中的信念，探索革命的道路。哎，同志，毛泽东同志住哪个房间？毛委员应该在里面北房朱军长旁边就是。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唱，人类解放运动的猛进，从前古人所不质疑的问题，所不拒取的方法，哆嗦畏缩的说话，于今都要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你是？我是傅百翠。傅百翠，你不认识我，但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就是看了你的《湘江评论》，才鼓起勇气开始寻找救国的思想啊。《湘江评论》，那只是年轻人不切实际的激情。我们搞革命，靠的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科学理性的马克思主义。毛委员，你不要谦虚，也不用听别人的议论。没有改变世界的激情，怎么干得了革命呢？我们知道你最近不顺利，听说上海中央派来一个刘安公，整天指手画脚，冒充钦差大臣，总是跟你捣乱。我在角阳的实验，我就是那个刘安公。军部决定你们五十九团负责长汀方向的阻击任务，要确保主力不受干扰，再打上杭。报告，我们五十九团被人算计了。怎么回事？把别人的人安插在我们的队伍里面，番号也变了，不叫五十九团，叫第四纵队。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是军部刚开会决定的。改编地方武装，以利于红军统一指挥。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提前通知我一下？调整编制是红四军军部开会决定的。副司令，把你身上那套衣服也换了。我的衣服怎么了？中山装是国民党穿的，你整天穿着，像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生病了不吃药？六。你是真想去苏联养病吧？子珍，你不懂。我年轻的时候在长沙，只要一生病，我就出去跑步淋雨，很有效。这叫做意志战胜物质。毛委员。林司令，你来的正好。你说哪有生病不听医生的？医生说的话不一定是真理，我要听真理。那你说什么是真理？实际有效才是真理啊！吃这些药还不如做一套体操。小林司令，我这套体操是在长沙读师范的时候跟新民学会的朋友们一块儿创立的，这叫做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碗药要不喝，晚上就没辣椒。毛委员，这份作战计划书你看了吗？嗯。军部决定打上杭，时机不对。你打算怎么打？你看，毛委员，我们虽然打下了龙岩，但是陈国辉的主力呢还在广东，上杭的卢新明势力也不小，后面还有长汀的李文斌，敌人随时准备反，所以闽西的胜负很难说。我们应该再打龙岩，把陈国辉呢从广东调回来，趁机把他拿下。
这样闽系就稳固了。他们能听你的调遣？陈国辉把龙岩看成是自己的地盘，他去广东就是为了向蒋介石表忠心，目的还是经营龙岩。如果龙岩真正告急，他一定会。可是刘安公要实习他在军事学院学到的专业知识啊。这样，我们先去邓子恢那儿看一看闽西的土改。哎，子珍，我的药喝了。毛委员，如果没有部队的帮助，土改不彻底，群众就不能够安心生产，到时候红军的兵源和给养都无法得到保障。以后每到一地，要先帮助土改建立根据地。总想着走州串县，快速得到给养，这种流寇主义思想一定要克服。毛委员，毛委员，他就是闽西旗人傅百翠。毛委员，终于见到你了。你还坚持你在《湘江评论》上所说的伦理救国吗？我现在相信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才能救中国。怎么？我听说好像穿上这身衣服不太情愿，堂堂的红军纵队司令，怎么能不穿红军的军装呢？毛委员，事情是这样的，刘安公仗着是中央派来的，目中无人，没有商量就随意打乱部队的建制，这样做，我有意见。刘安公初来乍到，没弄清楚情况就随意发表意见。对啊，不经开会讨论，直接恢复林文辉的职务。刚打下龙岩没几天。有贪功想打上杭，上杭城防坚固，四百年没被攻破。更何况卢兴民又重兵防守。你们就不要再说了。红四军现在要以团结为重，现在正是闽西大局的关键时期，前委工作太多，顾不过来。我要提议，重新恢复红四军军委，请刘安公同志做书记。此类疾病皆因潮汕地区风湿潮热，湿热积于皮肤表面，加之部队从福建来，军务繁忙，水土不服所致啊。进来。司令，部会又从胡雷撤走了啊？撤到什么地方？往南还是往东啊？是往北。往北？又冲着龙岩城来了？还是看上了上海的鲁兴民啊？有多少人？除了当地的报名外，就一千多共匪正规军。上面怎么说？还是让我们坚守广东。传令下去，准备回福建。是。上去上杭查看敌情。是，报告。毛委员派人来说，请军长考虑佯攻龙岩，调陈国辉回闽西的计划。现在攻打上杭，时机不成熟。听军部命令，所有部队务必明天上午到小池集结，准备攻打上杭。出发。是。安公啊，工作可以争论，但要注意团结。军长，前委只应该管大的行动和策略，不应该插手部队的具体事务，不对吗？现在敌情紧张，正是用人的时候，林文辉恢复连长职务也不对吗？可他刚刚还提议你做军委书记啊。是吗？那我是要感谢他的。润之他性格急，但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红四军考虑，他的威望在红四军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替代的。不能因为他的威望就改变我的马列主义立场，改变我们把红四军建成像苏联红军那样正规部队的意愿。安公，你可以不改变你的立场，但是你要改改你的性格，太张扬了。
怎么向金主指挥发布？就说我们家祖坟被人刨了，不得不回家收拾。是是是。军长，粤东地委书记龙百才带来了重要情报，他说要向您亲自汇报。什么情况？你说吧。陈国辉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率部回闽西了。消息准确吗？据我们可靠消息，他明天就可以到达龙岩。军长，我们应该马上召开军委会。好，你去把林彪和蔡协斌他们叫过来。来，坐。军长，钟司令都跟着毛委员开土改现场会去了。我们是部队，是打仗的。土改是由闽西特委负责的，这是典型的毛泽东风格，自创原则，自以为是，这样没有规矩是要出大问题的。安公，根据地的建设、强大的红军以及敌人的矛盾，这是我们取得革命成功的关键。闽西地区的土改我觉得很有特点，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抽好补坏，而且还给富农出路，这比井冈山又前进了一步。中国的富农是封建地主剥削制度的代表人，我们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最重大的错误。不要害怕富农退出革命，也不应该向富农让步。毛泽东同志的这种讲法，我觉得在马克思主义中找不到。这种自由主义是有传染性的，比如这位傅百粹同志，他是毛泽东崇拜者，他就传染了毛泽东同志的自由主义，不听指挥，这样的人应该受处分。好啊，既然有纪律，那傅百粹同志你就受点委屈。但是请看看这里农民的热情，这就是红军的土壤。再好的理论，如果不让农民得到利益，我们家什么都干不成。请各纵队司令、政委晚上到军部开会，以后前委只管行动和大的策略问题，不要管具体的事情。我们早就预估到陈国辉的行动，军部执意要打仗，现在又匆忙前程，这样的指挥会让我们跟着敌人的鼻子走。战场瞬息万变，打上行的决定并没有错。战场瞬息万变，这可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那是两回事。歼灭闽西敌人，然后出击浙东粤北，把革命力量逐渐引向敌人的心脏，这就是我们清晰的战略目标。拿几个肉包子去打一群恶鬼，结果不用猜。我想我们还是应该听听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行了，都别争了，柿子先挑软的捏。陈国辉一路上疲劳，我们三打龙岩，先把陈国辉解决掉。军委委托我向您汇报一下昨晚会议的情况。会都已经开完了，没有必要向我汇报。军部给中央写了信，报告了近期红四军在闽西的情况。军部绕过前委给中央写信，这不变成枪指挥党了吗？支队以上的干部要尽快学会沙盘作业，随着红四军的。润之，你来了正好，你过来看一下。安公来了之后，这是我们制作的第一个战术沙盘。我们红四军越来越正规了。刘安公撇开党的前委，擅自召开军部会议，不经组织决议，擅自下命令，这么瞎闹腾，
红四军迟早得出事。军委决定战术问题，前委把握政治方向，不是挺好的？现阶段我们每一次具体的战斗都要与工作全局相联系，都要与土改宣传是连在一起的整体。安公通知支队长召开战前会议，他错在哪儿啊？他错在以红四军军委的名义限制了党的前委的工作，这是下级指挥上级，红四军现在已经乱了规矩。润之，这个问题我们在长厅就讨论过，因为我们的争论已经对部队产生了影响。我是军长，我要对部队的发展和前途负责，所以我要坚持我的原则。既然如此，我请求马上更换前委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润之，不能意气用事啊！你作为前委书记，不想干了就走，那么谁为红四军负责任啊？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我提议召开红四军七大，重新选举前委。1929年7月，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随即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重新选举前委。陈毅，陈毅，刘安公，毛泽东，陈毅，刘安公，陈毅。报告主任，计票完毕。下面宣布选举结果，取消红四军军委刘安公同志，改任为第二纵队的司令。陈毅为前委书记。散会。别担心，
进去打扰你，一直在门外等着。傅百翠要带自己的部队回骄阳，我们拦不住他。他去哪儿了？去军部了。不在本市，别人的部队我指挥不了，我的人也不能交出去。傅百翠同志，你这还像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吗？毛委员，现在前委工作不正常，你是中央指派的书记，怎么说选下就选下了？你傅百翠干革命不是由毛泽东一个人干的。好，部队我交出去，我回骄阳，这个司令我不干了。脚肿的厉害吗？不影响走路。你呀，就是不好好打绑腿，打紧了血回得快，怎么都不会肿。请进，朱军长来了。好，快请坐。润之啊。刚才做了一个噩梦。蒋介石宣布打败了冯玉祥和李宗仁，要集中兵力对付我们。看来是噩梦成真了。润之，来，你看看这个。蒋介石要对闽西发动三省会剿，他宣布他下一个北伐目标就是我们红军。看来我们红四军要面临更大的困难了。红四军本来就是蒋介石要铲除的心腹大患，这个消息不算是噩梦。现在红四军面临最大的危险是我们自己，而不是别人。可现在我们红四军内部还在争论不休。没有争论，红四军走的路会更加的艰难。你们凭什么取得胜利啊？你不是说凭民心吗？中山先生没有民心吗？他的反满兴汉，五族共和，贺子珍同志都有民心。傅司令为什么总是失败？那是因为他的军队是帮会，是旧军阀，这些建立在利益、个人情感之上。我是来向毛委员道歉的，我给他添麻烦了。哪里的话，傅司令，润之是个重感情的人，现在是他最艰难的时刻，有你这么支持他，他心里一定是感激的。只是组织上的原则他不得不遵守。我知道。目前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我们应该有一个规范，解决组织构架问题。里面有客人。啊，朱军长他们在里面。那我就不进去了。明天我就要回骄阳了，请你告诉毛委员，希望他有时间能来看看我的土地改革。我在家乡等他。嗯。Thank you.
现在的红四军已经不像是一支共产党的队伍了，大家现在还满足于打几个小胜仗的喜悦，而根本就意识不到，如果不在官兵的思想上，在部队的组织方式上加以变革，当真正的强敌来临，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哎呀，朱毛朱毛啊，你们再这么争论下去，红四军会军心不稳呐。我打算请假，暂时离开部队，去闽西地方工作一段时间。你瞧你这倔脾气又上来了，你就不能退一步，让大家的意见变得统一？好吧，我去向中央汇报，过几天就走，让中央来做决定。润之，你看朱军长绑腿打得多好，你呀要多向他学习。子珍，你这是打圆场了，我这次不能听你的。这不是像陈毅说的是一个性格的问题，这是一个路线问题，关乎到红四军的道路。好吧，润之，我同意你的意见，先到地方工作一段时间。我和安公、林彪带着部队去对付蒋介石的三省会剿。子珍，你是有名的双枪手。保护好润之的安全。谢谢朱军长。别看朱德打下了龙岩，我们还有闽西的堡垒铁上行，只要上行不丢，我们在闽西的根基就在。我军的军事压力让朱毛分手了，没有毛的朱和没有朱的毛好对付。胜利者是我金汉帝。蒋主席发动三省会剿，调动兵力围攻闽西的赤匪，朱德带领赤匪主力向江浙方向逃窜，现在只剩下蛟阳一带傅百翠的第四纵队和林彪的第一纵队。各位老总，我们为党国立功的时机到了。把枪给我。王爷，这是八支队的雷坤汉，这段时间他们几个人跟着你。林彪已经把粟裕的一个连留下来了，他熟悉这里的情况，现在形势很危急。陈维远的人马在蛟阳这一带，上行的卢敬明也跟着你，不能大意啊。人多了目标反而大，这就是辩证法。走。防护，顶上去！一定要赶快把这个钉子拔掉，大部队在身后，伤亡会很重。一排长，到！你带一组，从左侧包上，我从正面跑。是。连长，我走正面吧。执行任务。论腿脚功夫，你还不是我的对手。服从命令，快去。是。这。
沙河险阻，没有群众基础，过了乌龙江，敌人消息灵通，有受大军包围的危险啊！现在要强行突破，让林文辉的先头部队甩开一切包袱，往前趟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展开大规模的歼灭战，深入敌区，直至沿海，以切断敌人的补给线为主，至少要压迫福建军队离开闽西。报告，林文辉求见。进来。是。为什么现在还不走？这样行动，部队早晚要打光。这么多部队都在等你们探路的消息，你还在犹豫，耽误行动是要掉脑袋的。现在部队很疲惫，无法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听从命令。是。安光，我们回闽西吧，联合一四中队拔掉上杭这颗钉子。这四面出击太危险了，我们得有一个根据地啊。四个城门的兵力布置已经到位，把所有的路障都清掉，入有城门告急，预备队要确保第一时间到达。把预备队放在南门，确保不被赤匪率先突破。各城门之间要保证十分钟之内兵力到达，朱德惯用声东击西之法。报告旅长，朱德的红四军主力回到了白沙。电告金总指挥，朱德来了。外有顽敌，内有政论，红四军现在很艰难，而我们却只能在这里做看客。这些是什么花？是菊花，是野菊花。这闽西的山上遍地都是这种花，这既不能拿来充饥，又不能入药的，也没什么用。你说的不对，这遍地的黄花既能够装点群山，也能够寄托情思，怎么能说没有用呢？今天是重阳节，对吧？是的，孟委员。每逢佳节倍思亲，晚上我请大家喝酒。早年参加革命的彭湃、向景瑜，这些同志都已经牺牲了。他们跟你们一样，都是二十岁出头。你们，曾志、蔡协民、江华、雷坤汉、邓子恢、谭震林、粟裕。在这山沟沟里东奔西跑，
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共产党自打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有很多人已经倒下了，可是还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次队伍当中来，前仆后继，绵延不绝。共产党人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就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能有一个争取平等尊严的权利。你们不是共产党人的代表，是真正的英雄。我敬你。加速前进，密不透风的把朱德给我围死在上行。是，住！八大准备的怎么样了？主要是对于是否向越中出击和士兵委员会的功能性质问题，大家还没有达成一致。啊，要尽快组织讨论，在金汉鼎对我们形成包围之前得出结论。这是怎么回事啊？报告军长，邮局里面发现的，还不知道怎么处理。民众投邮的自由一定要保护。是。我们这里需要支援20条枪，枪你都拿走了，我这是兄弟用什么？现在敌情十分危急，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要的是一起商量敌情对策，不是诉苦会。要打仗，大家都有难处，为什么不？军队民主也不能搞成这样一盘散沙吧？这怎么打仗？大家静静。现在的前委会既不准备方案，也不提中心意见，这样的会议简直成了纵队会。我们开会要的是意见，是战术，这样吵来吵去能解决什么问题？陈毅马上从上海回来，现在的工作千头万绪，你必须回上行。现在意见不统一，我回去也起不了作用。在这儿也是工作，安静地把我们的争论想清楚。这里不安全，打下了上行不就安全了吗？红四军的八大马上就要召开了，很多的决议都需要表决，你不能当也是，你应该提出自己的意见。你们这是绑架我。我们这是在帮助你，你要是再不回去，朱军长将要行使代理书记的权利处分你了。公开的联名信，要毛泽东回来参加八大，恢复前委工作。当时他走是自己请假，前委批准的，现在回来也得向前委打报告吧。你根本就不了解老毛。那现在这样不是挑战前委的权威吗？林彪、傅白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观念？还有没有起码的纪律？也许是我们红四军内部很多干部的想法啊。那还有没有是非？他回来以后我们的工作怎么做呀？老委员，朱军长请你去参加庆功宴会啊。我还是那句话，无功不受禄。老委员，朱军长已经在临江楼等着你了，我们都觉得你还是应该去的。
润之，朱军长现在是代理书记，他请你，你怎么能不去？命令我开会的，不能命令我去吃饭。润之，怎么这么大的火气啊？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亲自上门送请柬啊？朱军长，红四军现在是跨了前脚，不知道后脚往哪儿迈。金汉鼎又大兵压境，这是火烧眉毛的时候。这时候就穿红戴绿，这不是庆祝，是胡闹。还是赶紧想一想下一步棋该怎么走啊。朱军长、刘司令、副司令，快请坐吧。快请坐，请坐。我们不要固守闽西，顺势东进打漳州，这样既跳出金汉岭的包围圈，又可撼动敌人的中心地带。走州串线，离开稳固的根据地，我们这样血的代价还少吗？润之，你的意思是？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把我们平等共富的社会主张加以实现，让人民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赢得民心。其次，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怎么样才能把红军锻造成一个巨人，成为一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队伍，用明确的信念把我们拧成一股绳。到时候反动派的刀再利，也砍不断的。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我们的敌人，否则将难逃失败的结局。好吧，那就等上海中央的指示。朱军长他们现在到了哪里？应该是到广东了。仗再这样打下去的话，红军这点家底很快就会被打光了。是啊，这支队伍要是没有了，中国革命就毫无希望。晚清就有人指出，中国现在的时局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礼仪之邦变成了蛮荒之地，中华大地成了列强和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人争取的不仅仅是在列强面前的平等尊严，我们问道寰宇，上下求索，是要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一个文明民主的新国家。白翠同志，你所欣赏的圣西门、五者小路十堵，这些谦谦君子给中国人指不出一条生路，我们必须付出牺牲，历经血与火的锻造，方能浴火重生。No!
我早就听说你从上海出发了，怎么才到啊？我这个海陆南下，赶到香港，经陕图道的粤东，水陆兼程，在路上又我一个月的时间呢。哎，让你辛苦了，快走吧。中央很重视我们胡思俊的争论，恩来亲自写信做的指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的。 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领导机关的权力，来做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在前次争论中即表现出这种弱点，这是一个损失。毛泽东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下面不需要设立军委。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军长，您是怎么看？陈毅，你说什么是巨人？ 巨人就是力量大，学问大，身材也得大。我和老毛在上行谈过一次，他的想法有时可能不符合惯有的原则，考虑问题的方式跟大家也不一样。 安公曾经说他是一个行走在乡间的浪漫诗人，这话说的对，也不对。可能有很多人忍受不了他的性格，可是通过那次谈话，我好像第一次认识老毛。他与这片土地有着血脉相通的联系。 我相信，历史会选择他。中国的革命需要这样一个坚定的性格。你是说，老毛说的对。我们需要一个巨人。按照他的方案整顿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付敌人。安公他们的牺牲才有意义。 这次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你的前委书记的职务也是中央任命的，其他的选举是不合法的，责任主要在我。陈书记，你带来的美国罐头呀，我们打不开。子珍同志啊，您可别这么叫我，我可不是什么书记。润之才是书记呢，来给我吧。哎，这个美国货啊，可是我从广东一路带过来的，朱军长还特意交代了，一定要让二位啊开开洋荤。 那可要替我们呀多谢谢朱军长。好的，好的。你们先聊。好的。朱军长跟我说过了，你们在上行聊过，他也同意你说的，我们中央有一个巨人的观点。朱军长说的不对，我说的巨人不是指我毛泽东，是说要把党和红军塑造成一个巨人。老毛啊。 我陈毅是个直爽的人，我能给你提个意见吗？来，我替你说。毛泽东，你的观点可能是对的，但是你蛮霸专制，人家朱军长敦厚老实，是不是这样？陈毅同志啊，政治问题岂是性格伦理解释的清楚的？好在我是不管这些讥笑嘲讽的，我佩服杜老父子的坚定。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历史上，真正留下名字的不是那些自作聪明的看客，而是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人民。我们马上就要召开九大，要统一思想，用一种精神把我们武装起来，把共产党和红军真正的锻造成一个巨人。 士兵调查会开的怎么样？士兵调查会、乡情民意调查会和干部调查会都开过了。关于废除军阀作风，加强党组织领导，注意群众纪律。
大家都提了很好的建议。嗯，好。战士洗澡不避人，老百姓有意见多不好。军民团结闹革命，您是革命传家宝，传还得再加上宝。洗澡避女人，方便进茅房。朱军长，任职。朱军长，军事报告写的怎么样了？已经写完了，我们把准了红军的政治方向，在军事上也不能是一直散兵游勇啊。红军的正规化、敌情分析都写进军事报告中了。好。过。赤匪在新泉集中，正是我们包围歼灭的好机会啊。预计有多少人分了地？估计有80万。这些人就是共产党的铜墙铁壁啊。据情报，朱毛赤匪刚在这里开完会，现在逃往新泉。这是红军故意留下的宣传品，我们还没来得及收走。我和朱德在云南讲武堂就认识，他是一个勇敢耿直的军人。当年川东的杨森提出那么好的条件，都没有把他留下，他怎么就会放弃这些高官厚禄，坐在这儿呢？那朱德坐的不是这里。嗯，陈毅从上海回来，毛泽东恢复了前委书记的职位。按共党的规矩，这是毛泽东的座位，朱德和陈毅坐在旁边。你们说，共匪为什么剿而不灭呢？因为他们是一群亡命徒，纠结了各种地痞流氓。朱德和毛泽东没有翻脸，还坐在这里，那只有一种可能：朱德一定看到了让自己心悦、臣服的东西。正从四面包围过来，开完会我们要去哪里？去江西。那里敌人不多吗？不管敌人多不多，我们都不怕。为什么？因为红四军已经不是以前的红四军了，它从一种单纯的武装力量变成了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战士也不只是拿枪打仗的一介武夫，他们成为了新人。什么样的新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人，有高尚的心灵，有无私的奉献，有勇敢的精神，有不屈的意志。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中国的形象。这样，就能保证战胜反动派吗？革命非兵戎相见之位，乃除旧布新之位。我们不只是要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还要让人民看到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诞生，让国家实现几千年未曾实现的共富平等的大同梦想。我相信，在这个战场上，胜负已经见出。
下面我先向大家传达一下中央九月来信的内容。在军队里，权力集中于前委领导机关和领导人，是完全有必要的，这不是家长作风。中央还批评了我们，未经中央批准擅自改选前委书记，是完全错误的。下面请毛泽东同志给我们做政治报告。红军、第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由于党的组织成分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错误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进行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错误思想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是要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加以纠正。